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弗兰。那这次呢，我看到这个川火线新上新的一把枪啊，这个贝雷塔破浪十年。这把武器呢，目前是可以在这个 CF 官网这个冠军之夜这个活动拉最下面，游玩一局呢即可领取永久。这边的话就用这个普通贝雷塔来对比一下这个破浪十年版本。子弹方面，两把武器呢都是2/18，这个皮肤版本的贝雷塔是完全没有加子弹的。这边的话可以看到，这个破浪十年版本的贝雷塔呢，它换弹动作只塞了一次子弹。原版贝雷塔的话，不管是开一枪或者说开两枪，都是塞两次子弹。两把武器开枪呢，都是会射出6发弹丸。射程方面的话，两把武器也都是一样的，在门这个位置，在这个位置呢才能打到对面墙。这个位置打到对面的话呢，伤害也很低啊。再加上它是一把霰弹枪，如果6颗弹丸都没有全部命中的话呢，伤害更小。准心大小的话，两者是一样的。枪身传播距呢也都是54米。所以这个破浪十年版本的贝雷塔呢，相比原版还是有加强的地方的。不出意外的话，跟之前出的皮肤是一样的性能。各位感兴趣的话呢，可以去领取一波。